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龙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翌日的最新章节，来自昭和的呼喊声。那我们这回呢要担任一个女主角。那她好像要去她探望奶奶，结果被某个邪恶东西，某些邪恶的阴影给缠上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只能说，这款游戏还是老样子，会让人更加恐怖呢。完全看不懂，不好意思啊，日文渣真的看不懂日文啊。除了中，刚刚什么声音？除了中文以外，语言几乎都很难理解啊。其实，它是左键步行，或是按左边这样子 Enter， 好，没问题。它这还可以用手机玩呢。哎呦，好，我看到一个戴帽子的小妹妹。妹妹，要不要一起出去玩？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是看看，我们应该跟往常一样，就是往左边走吧。可是好像不能点其他东西。上面想说，他还替他之前游戏打广告，又唱那个列车，那个是列车侵蚀的，一样也是翌日系列的游戏。他应该是在讲说，今天跑到乡下这边要来找奶奶吧？舟车劳顿啊。就这样缓缓的走。通常第一天，刚刚什么都晃过去。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吗，姐姐？姐，你很显眼，你知道吗，姐姐？我刚刚这样讲，通常第一天不太会有什么诡异状况，然后就第一天，那个右边那边就有一个鬼影在等着我们了。不要以为我没看到，我眼睛亮得跟什么一样他在说这边看起来很古老，是不是？这么讲也是啦，就像很多那个很多地方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乡下的地带这样，觉得合理啦。尤其在都市待习惯了，你跑到这种比较乡村的地方，还真的会觉得吓我一跳，谁啊你？他奶奶吗？是奶奶吗？他说这样你太晚来了，是不是来太晚了？然后呢？好，一句话都看不懂。那我们就来单纯体验一下恐怖剧情就好了。奶奶是叫我们进去准备吃饭啦，奶奶都很怕自己的孙子孙女的肚子嘛的，合理合理合理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走进来了。他们家居然还有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。他现在把他的帽子脱掉了，还可以继续走。我看到你哦，看到你了，小姐姐，我看到你啊，又是那个小姐姐。阿嬷，你都没有看到吗？现在是4:45，现在叫他自便是不是？等一下可以吃晚餐了。我有点好奇他的剧情哎，我看到你了，小姐姐。这是他外婆，你自己关的哈。这边有一个银子，怎样？翌日开始改变他们的那个风格了吗？说好的第一天不会有阿飘呢？我怎么觉得？你好，小姐姐，那是姐姐吧？那个是女生吧？哇塞！我看到了，我们的女主角完全就是处于一种处变不惊的感觉。又是那个鬼影。我们的主角要么胆子大，要么神经大条，她完全没有在怕她明明就有看到那个。冒出来，你说那鬼影没看到，那是后面之后我们看到，合理。可是，就像这个就很明显出现在那边了。然后你的水要干了，奶奶。什么谁？他说那是谁吗？这意思说你有看到这个小姐姐吗？一直跟着你的小姐姐。
motherfucker， 想吓我？你还找个28000年呢，孩子。从第一天你就一直出现，你真的当我眼瞎子？好，接下来他打电话回家，可是好像电话打不通，是不是？哦吼，所以他说算了，要早点回去吗？真的完全看不懂。好吧，好希望我看得懂日文哦。吃饭啦，加班哦。话说这个孙女，她到底孙女几岁啊？阿妈，阿妈，你可以让我叫你阿妈吗？阿妈，你有没有缺那个孙女婿啊？哎、欸，现在这个图又换了，是不是？原本是这个什么旗鱼吗？也不是呢。哦，这是走到另外一家，是不是？是冰店。哦，这边有一个阿公，还有一个阿伯吗？随便。你们看后面这个像不像？有个小婴儿正在看着你。好嗨哦，怎么办？哦吼，又是你小姐姐。是，你有什么需求，你可以跟我们说啊。我们一定不能满足你啊，这是废话啦。对。那让我们笑一下也不错哦。我看到那个头了，是，一日一代比一代刺激呢哦。那希望我可以看得懂日文。再次赞叹一下，啊哈！现在是直接不演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出来了，还、啊、又不见了，不要脱帽了。都是差不多时间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小姐姐，你确定不演一下吗？嗯？他就直接站大拉拉站在那边呢、欸。哦哦，原来是 Quackman 是不是？哦，现场表演歪头，你头再歪下去，我怕等一下掉下来哦。还是其实已经掉了，没有差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嘿嘿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小朋友。哎、欸，这门又要自动打开了吗？欸、居然没有吗？可我刚期待了一下。你谁啊？阿公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可是那时候我明明就看到有一个祭坛上面有挂着。一个照片，我以为那是阿公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我记错吗？你是不是越开越大了，阿公？哎、欸，我的记忆力有那么糟吗？啊哈，现在跟着两个了，其中还是学生妹哦。哎、欸，刚刚那里写什么？我刚没看仔细。哦，这麻烦就是不能回头看。哦，现在两个在后面表演 Quackman， 只要表演特技，请去外面好不好？这也不是给你卖艺的地方。我们这边不卖艺也不卖身，那什么？阿妈，你可以烧水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吗？哎呀，妈，你怎么看起来越来越诡异啊？你为什么头要低着呢？你是不是跑错地方啦、啊，小妹妹？你看，真的一次比一次还诡异，不止字越来越多，然后那个出现的鬼影越来越早出来了。现在直接不演了，第一天还会稍微演一下，有没有？假装啊，这一切都很和平。从第二天开始就是直接。现在这个是从第一天开始就直接给你那个震撼教育一下。什么死？哎呀，谁死了？哎、欸、嘿，哎、欸、嘿，我想那什么声音？原来是有个歪头人在那边走路啊！
真是的，这是换呐、啊！你是不是跑错地方啊？那个歪头的那种，又是这个变态，这个在电车上面曾经出现过，他是怎么杀人换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反这些阿飘现在就真实的直接站在你面前。小鬼，我们在哪见过面吗？我总觉得我好像有看过你哦。然后这边突然出现一个影子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那个娃娃刚刚是不是眨了一下眼睛啊？应该是我错觉了，影子是真的有啦。哦，又有鬼影出现了，还在跟着我们。然后我一直很在意这个，这是算什么鸟居吗？哈哈哈，在后面看，有点在意耶。阿妈，你头一天比一天还低耶！那个，这应该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驼背了吧？我确定驼背不会这样子。哦吼，其实妹直接进来找我们了。他已经习惯了吗？你这就习惯了吗？你可以不要习惯这种东西吗？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看得到我吗？是这样吗？我知道，你看得到我对吧？是吗？随便猜，我不知道。音乐开始变了。私のこと見えてるんでしょ？闭嘴好不好？吵死了。欸，蛋蛋。私のこと見えてるんでしょ？蛋蛋，不要骗哦！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张画上面原本没有这个人吗？哼！然后你一直在耳边讲这干嘛？那这张画突然转头过来，我都不觉得奇怪了。居然没有转头吗？切！害我好像很期待说。当我没说。我害怕。阿公，你在干嘛？阿公你在表演特技吗？哎。然后这个扇子上面也开始出现了鬼脸，这边他的表情是越来越奇怪了。真是的，还一直在出现呢。他到底想干嘛、啊？在父亲节这一天，他到底想要冲啥回？啊，又一个鬼影！哦吼！真的很厉害哦，这个现在做越做越厉害哦。好吧，我其实有点抓嘞，自己一个人玩真的会怕呢。好嘞。你为什么要从脸盆里面爬出来？然后你们一来带路的时候，他到底在讲什么？好想知道、哦。阿妈，你可不可以管一下你们家的水？好吵、哦。这个嫂嫂出现了。私のこと見えてるんでしょ？啊，是啊，听不懂。你知道吗？突然的听不懂，还是有点好处的，就是他在讲什么吓人的话，完全不知道。呀吼！这是要最后一天了吗？还是其实在第三天、第四天？天空越来越红了、啊，他是叫他妈妈赶快早点来接他，是不是？昨天怎样？昨天他是讲昨天的事情吗？哦吼，一切都变了样子了。
他说什么？看他同年龄的女子，现在直接不演了，直接出现在他后面。哦吼，来吃饭喽！敢回头吗？你敢回头吗？大家都在看着你哦！哎，他竟然没有反应。不对，他还是回头了。你被盯上啦！青铜什么？海中学校入学的那个宣传海报也来了。但是你已经被盯上了。他什么时候会闪过去？哇，现在这样分身术都一起来了，嫌一个人不够，现在来多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欸，好好哦，这样他只要分身去上班，自己在家好好休息就好了，生个送鬼，欸，如果有影分身，这样好像也蛮方便的，你看看。直接那个什么，在家鬼棍不要出现好不好？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嘛？这样眼睛太大是不是要比吗？那，啊，我没说。害怕。啊，那鬼又出现了，而且这边是越来越多头发了啊。啊，原本的那个娃娃，直接被一大堆头发给盖住了耶。哦，他的时钟在倒退炉，好可爱哦。时钟坏掉了，你们要拿去报修喽，不然你们这样都不知道现在几分几秒了，很容易迟到的哦。然后现在后面会有几个鬼影呢？哎，居然都没有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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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不是外公的那个爪痕吗？是外公吗？随便的，反正那个秃头男的抓痕。啊哈，好多人哦！到底谁在跟我撒谎？好了啦，家里都快被你们破坏掉了啦！真是的，可不可以好好顾家啊？啊，他嘴巴张大了，说错话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啊！真的听不到他讲什么，感觉有点像是我一般讲说，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传闻啊，就是如果你看得到阿飘的话，阿飘也看得到你。所以我在想，搞不好他就吼，搞不好他就因为这样被盯上了，我觉得可能性很高。他可能所以那鬼一直跟他讲。我知道你看到我了，那种感觉，我是听不懂他讲什么啦。可是他感觉真的有像欸。我现在阿妈往我这边走，我可以往回头吗？不行。看来我要被当做晚餐吃掉了。再见了，孩子，乖乖的被当晚餐吃掉吧。哦，这才是最后一天吗？希望啊，其实我有点害怕呢，其实。啊，再一个，哎，居然没有吗？直接跳掉。再见了，孩子。怎么办？那个妹妹不见了。你这个还能打电话卖 pen 哦？
你现在只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做同一个动作而已吧？我觉得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了。我觉得他完全进入那个世界了。我怎么昨天怎样？他昨天就要来迎接他了吗？然后结果到家里都没有人这样。哎，刚刚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我有点小在意。啊哈！哎，你的电话呢？你根本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啊！回家了，欢迎你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永远的啊嘿，永远的在那陪伴吧，跟他们一起作伴吧。嗯，光头佬你好。哦，直接回到过去吗？这是另外一个时空了吧？你看他一直在倒退，所以搞不好已经回到另外一个时空了，另外一个世界，另一个时空。这时候应该还是在到二战那个时候吧？感觉有点像哎、欸，已知用火吗？我觉得现在是现在是已知用火时期。然后这个头就直接大辣在那边，没有在跟你还扣的，就直接告诉你，我就是在这里，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听不懂，我分配什么？哦哦，你阿嬤怎么变那么高？而且那个妹妹居然还比你还高吗？哦，没有，她只是飘的比较高而已。她现在是把它倒过来讲，是不是？原本她正着讲，然后现在整个倒过来了。哦、自己拿着自己的头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、啊、他不去当那个，当我，让我讲完嘛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你不去当那个特技演员，这太可惜了啦！你这个铁定大赚了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重金礼聘啊。解手印吗？你阿嬤被带走啦，不是被带走，你阿嬤被石头啦。那、啊、你呢？你不要被石头、哦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神功护体啊？我觉得都觉得你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你居然可以这样盯那么久、欸，哎，真的很厉害。你是有偷偷练什么神功？当我没说好了，我觉得。就这样很淡定的继续直走，而且这每一个都是阿嬷哎、欸，是吧？阿嬷，你会分身术，你怎么不一起教我？嗯，好好啊，我也要，那我可以在家耍废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很大只啊。哇，大只佬哎，超级大一只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，你怎么可以那么大只啊？你那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，我做无赢，我做嘛无钱。
好啦，你为什么嘴巴张那么大？你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啊？你知道我一个人觉得这样的画面很可爱吗？救命！现在每个人都得红眼症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刚刚张嘴这样超可爱。嗯，笑死我了。嗯，那到底目的是什么？只是单纯把它带走吗？还是想要吃掉它呢？把它引到什么昭和年代是不是？他现在是故意讲反话、欸，他把它整个倒过来、欸。啊！恭喜你变石头啦，看起来越来越矮不？阿妈，你不想让他嫁给我，你可以跟我讲。干嘛这样子呢？夸他小。厉害！你有没有刷牙？你 是都没在刷牙，对不对？对，他都没有在刷牙。还好已经习惯了，不然我天天被吓到尖叫。这还好啦，我觉得这部分这一代其实从一开始就直接下猛药给你耶，哎，直接不演哎，直接出现在你面前哎，可惜啊，真的，如果对这个部有兴趣的，我真的会建议他真的去看一下别人，如果真的有人就懂日文的人去玩，然后真的去看一下，不然的话哈，像我这样完全不懂日文的。那个恐惧的分数啊，大大减少啊，太可惜了。就该找谁学日文啊，可是好懒哦。这一话、这一话、这一话加起来又是不同的话，好皮啊！而真的我讲，我反而觉得这一代做的还不错哎，气氛真的有做出来，真的有一种就是要被带走的感觉，那种感觉。欸、他家就这样直接变防空洞了吗？直接被带回到昭和年代，然后那个时钟继续加快。但嘞，以前没有这种的吧？你看，这个吓到我，我以为已经都结束了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结果突然出现这玩意儿。哇哦！好了，那我你看他连名字都把它倒过来写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次翌日的来自昭和的呼唤声就到这边先告个段落啦。那我们这部影片也到这边先告个段落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点点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随时追踪最新的影片以及开台资讯。小铃铛也不要忘记点下去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